各位同仁请就坐，继续开会。向大家报告，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张文瑞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开始。安大会主席，安尼蔡副局长哈，安尼副秘书长，啊安尼单局单局长哈，安尼三位副局长，安尼啊主任秘书哈，按市府各单位以及主管哈，啊，按所有议会的这个啊，当然按所有媒体、律师、先生、电视机头前所有这些啊好朋友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啊，今日呢，会使讲本省哈啊头一个质询啊，首先呢啊，我要来讲起会使讲啊，按罗德哈啊新丰农场啦哈啊新丰农场呢。可以说对95年、啊、开始有一个、啊、叫做大温暖大投资的这个方案、啊、所以、啊、原来呢安的新农场可以说是一块非常清气、啊、非常完美的这个农业、啊、用地、啊、这里可以说占地近100公顷、啊、那么呢、啊、第一间就是这样游击在地下建厂之后陆续、啊、都总加起来到目前呢有6间已经、啊五间已经在营运，啊，后壁去一间，就是今日主要讲的主题，就是这间晋南吼。啊，会使讲啊，前这五间呢，啊，有其中有一间叫做天音啦吼。啊，天音当时啊，我知影要向阮师傅申请啊，会使讲啊，私教的时阵、建教的时阵吼，啊，迄个时阵又讲因有哪要啊做生意。啊，要申请生息项目，因为营业项目都是生息内底。啊，因市府呢，迄个时阵啊，地方当然有真济的这个空间，啊，所以了后吼，安尼市府啊都无准哩，啊无准了后，已经建手，基本嘛拢啊，得会使讲得营运啊。啊，呢独独吼唯独会使讲安这间晋南吼，啊经过这几冬吼，啊地方也好，啊会使讲啊一个环保团体也好吼。啊对于安这间晋南啊，非常大的这个质疑吼，啊，会使讲做足大的这个啊抗争吼，啊，经过一波三折，安尼啊，甚至后来议会去到足侪所在抗争，啊嘛，抗争的时间嘛，会使讲超过啊两冬或者两冬的时间，那么会使讲这几个月都静落啊啦，那么嘛唔知影讲吼，伊伫静个月啦吼，我知影，因为伊拢围起，厂内拢围起嘛吼。伊个土应该是囤好啊，啊，应该是开始准备要建厂啊。但是未建厂以前呢，伊说来挖一条水沟啦。那么一条水沟吼，啊，挖了后，唔知安怎去用发电吼，伊条水沟挖落，下骹呢，伊个甲带两条钢。听讲迄条水沟有向安水利局来申请啦吼，但是伊当时呢，伊个厂内啊，伊有做伊厂内的这个啊环评吼。啊，无做厂外啊，而且一寡厂外的工课环评啊，所以迄条水沟挖了了后呢，挖到一半，大家才发现到呢，中间有几下的疑虑，有几下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伊挖到迄、那个啊，都大粪沟迄个所在，即地名啊，都大粪沟的所在，讲有发现到啊遗址啦吼。遗址的一寡物件，那么迄个遗址呢，会使讲伫民国90几年吼，啊，安尼啊，市府啊，遮侪学术家单位吼，已经都发现这个物件，啊，但是呢，伊即摆挖落吼，啊，我听到的版本有几啊款，啊，当然呢，伊讲有向安水利局来申请，啊，水利局申请呢，按敢若讲准伊1.9米啊吼，1.9米，那么。因迄天啊，头一天记者会时，我有去，我看到吼，因量起是将近3米啦，吼，3米的宽度，跨度应该嘛差不多将近3米啦，吼。啊，所以挖了无要紧哦，伊是讲因四间另外，什么烟田啦，啊，什么迄个储氧啦，什么搁一间啥，因四间共同啊申请要来做因生活用水的排水沟啊。但是大家咧讲啊，排水沟太干啦，独。因储氧吼，啊来带两支钢伫下骹，那么带了后，会使讲迄两支钢带了后呢，因电源搁甲暗土，甚至后壁遐开始搁用迄个南阿孔伫遐空气吼，所以迄两条钢吼是大家感觉讲非常积极，伊即个讲因四间共同申请，
啊，那么其他另外三间呢，啊，拢无接讲，无接讲啦，啊，甚至嘛无拢无破水沟对迄条大沟内啦吼，啊，所以吼，迄、哦那个我会记起讲，迄天记者会了，过去我听讲吼，安、尼文化局有过去现场吼，啊，底下啊有叫一挂学者专家，啊，底下在看迄个遗址的问题，我即个是在讲。一条水沟，伊要申请是到底按水利局也好，是到底准伊挖偌深？有人在讲，讲迄个遗址吼，有可能啊，差不多30公尺，有可能那较浅的就挖掉啊，有可能10几公尺就挖掉啊，十几米就挖掉啊，伊挖3米也未挖掉，啊，有可能那较浅的所在应该有那挖掉啦吼，啊，所以了。啊！伊叫文化局叫一挂学者去伫遐的时阵，第二天我无去。我听讲吼，因遐证明讲，迄个所在就是会使讲5000年、6000年以前吼，遐都已经有一挂遗址伫遐，迄个所在坍坍曲曲，无变是后面经过海淹的安怎刮安怎用地方后边的人吼，安怎来种种开的地基来变变。我是讲吼，大家在讲讲迄个所在，那照你讲安。啊，水利局应该无得反评嘛？啊，那么环保局呢？这边是到底什么单位准伊？啊，准伊是挖会当挖偌深？啊，伊即摆挖这深，佮发现个，让感觉讲带着迄两条暗管，因是要做甚物作用？啊，所以呢，啊，第二天我听讲安尼文化局用这个讲遗址的问题，勒令因即摆停工，即摆应该停工啊，后壁。啊，免怎处理这问题，免怎监督这问题。事实讲，迄、那个农田或者所在，较早是真正遐，大家拢知影嘛。罗德个甘仔蜜、罗德个花菜，个菜是会使讲出名的。罗德个沙巴鱼拢出名，伊下骹底应用个偌大，下骹底应用到乌来家庭啊，遐养殖户拢总有1200公顷啊，吼，1200几家的这个养殖户，啊，甲农作物的这个种植的这个农田啊，吼。啊，即摆大家拢担心嘛。哦，你讲有天然因的水，因就排队，安尼土库排水来。啊，因这四间讲要排队，因阿种排水来就是二斤溪嘛。啊，二斤溪无要紧，你因的哦，敢有经过环评？我要是毋是要申请安尼水利局长吼？啊，对这点来做一个详细的答复。来，局长请答复。主席，谢谢张议员吼。那家己完报告吼，镇南这件吼，伊有申请一个咱的专用下水道的排放，就是伫落到迄个台塘的那个农场吼。伊当初就是规个开发的时阵吼，伫以前的县政府要求着讲，因这水整体开发区吼，无做一个公共的另外排水路。那总共因要把水排芋头前吼，会造成阮的即卖陆竹交流道遐引水，所以有要求讲，因爱用现有的台塘的后壁迄个农地吼，过去遐有那是灌溉水路。用这条沟啊，流去这个引泉排水。啊，伊个规划吼，位于咱即卖，那总共位东边国丰公司开始往西，到这个池阳吼，也往北转进入引泉排水。那这个以东吼，镇南以东的宽度是大概1.6到2.8公尺，深度是0.7到2公尺。那池阳公司以西进入引泉的这一段规划宽度是3米，深度也是3米。那我们有去现场量测了这一次这个。池阳公司这个专用的一个排水路的深度，镇南的部分大概是2.4到2.7，它要符合我们的这个专用下水道的排放规定。那基本上，甲议员报告就是讲吼，伊这条水路当初就是阮有要求，吼，因这个生态开发区要有一个专用排水路。啊，当初就是阮的迄个建设处吼，要求水利局者吼来要求这个厂商全部整体要做这条排水路。啊，议员他拄仔讲到，伊有下骹有台两个迄种设计工作吼，因为因这个所在未来吼，因有一挂生活污水排放，啊，伫迄个非都审议的时阵有要求，这个一挂生活污水排放，还是制程处理后已经处理完的这个那个中水回的一个排放吼，爱直接排去到引泉排水，无当排去要这条，所以因当初咧甲阮申请的时阵，因有画示意图，啊，这种示意图伫阮的工程内面，就是讲伊的预埋啦。所以迄两条讲当初伫阮咧审查的时阵，伊就讲讲伊会带迄两支讲要带去到迄个引泉排水。那当然，迄个现场当然有足侪咱议员，也是地方有反映讲，诶，这两条有可能以后伊会做其他的使用。所以这部分阮有伫甲要求吼，伊这两支讲是毋是改名讲，吼改名讲，互大家看会到安尼。是啊，搁一点我头拄啊要请教的，
有经过环评无？连外排水路这个，当初是在环评报告书的，应该是基地范围外，但是有交代讲这两条，伊这条排水，啊，搁遐的迄个污水排放的那个排水管，它是直接排到引擎排水，那个不属于环评的范围。不属于环评的范围。地外基地外不是。啊，搁来，伊要经过迄个所在，叫做大粪坑，迄个所在，恁知影讲遐是啊，九十几年发现讲遐有遗址无？水利局唔知。水利局拢唔知，那么文化局拢无跟恁回动吗？啊，其他诶单位拢无跟恁回动吗？所以拢唔知嘛吼。啊，你感觉讲迄条水沟污遐尼大，啊，拢唔免环评，啊，各去足侪人质疑，我讲我都。我山顶一块啊，两片的土地嘛，两担外钱。你敢那是伫做啊总干事还是副局长的时阵嘛吼？为着我去申请测地啊，去翻两条，一条6万，两条12万。我是一个啊修法，我虽然身为民地一个民意代表，我修法买这個、我地价5000，去翻12万，这件代志你知影无？我知。知嘛吼？我叫你知影嘛吼？啊，你看。我呢申请啊，收一条路，一条土，一块土拢无摕去卖，我罚迄12万。迄个时阵应该，我本来要甲代志务作大，要叫检察官，要叫所有单位拢去勘查嘛。到尾我着偏要帮的，恁讲要甲我倒处理啥，我毋免，无我着去处理。安尼因遐土乌，我听讲乌头要1公里外嘛，两米外的要3米的宽度，两米外的宽度，遐土摕去堆啊。你搞咧注意者？你甲伊讲报告吼，伊即马即条当初吼，阮咧评估即个路线的时阵咯，有甲台糖也讨论，因为即过去就是台糖的灌溉水路，伫航造土顶管遮以前就是水路，阮只是恢复伊的功能。啊，至于它土方的一个去向，因为这是私人的一挂工程吼，阮无去管着因的迄个土方运去到底。哦，恁都无甲讲主因土乌是要摕地，讲虽然因车去卖也无要紧，遐土是有够好，遐土是正红沙啦吼，大家拢咧追求讲遐土摕去地啦，有反评无啦？是安怎因的乌啊深啦？是安怎因的台两条暗讲啦？是按市府各单位是拢知影无？即摆就是大家咧追求，所以顶对这几点吼，实在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不满啦，感觉讲事实。百姓要创一个啥，一台怪手入去都袂使，都一定什么违反迄个什么区域化，要安怎要罚偌济，要罚偌济？迄伫地方已经按公家卖讲啊，按服务按件已经够济啊，啊底下安尼乌规条，往乌公里外，恁讲恁都唔知啦，土地地恁嘛唔知嘛，吼、哦、有跟你申请暗公恁嘛唔知嘛？你想伊个暗公是要创啊？后壁变作处理？恁认为恁个暗公，恁讲恁是要甲？停起来，啊是要整个规个厂内，要过来乌化讲因遐因的厂，即摆要建厂屯土遐个所在，是毋是有哪有遗址？你看，这确定啊，是毋是其他叫迄落安尼文化局去答一下？你也看下先啦。他叫阮报告，因为阮水利局管的是这条另外排水路啦。哦，干那另外排水路，阮嘛是有哪爱严格的监督这个厂商吼。爱交阮核定的这个排水计划书来做，包括头拄我讲的这个深度。啊，但是这条下骹两支讲吼，因为这牵涉到环保局只啊一挂全管范围吼。啊，阮这部分可能等下是毋是由环保局再来说明嘿。好，来你请坐，我再要阁讲。你请坐，我是感觉讲吼，取样啦吼，因的心思真正无足健康啦。因外口话也拢乌白讲啦，啊，因都袂做以前啦。你何必要你台领来暗讲？我听讲伊挖一条沟啦，以后伊无要空啦。到底有要空无要空？我到即摆毋知，后人讲要空，后无要空啦。但是我即摆发现呢，伊就是挖了迄两条暗讲，台里下骹哦，迄两暗讲是内底是迄落铁的，还是讲迄落阿的，我毋知影是啥物讲啦。但是迄条讲台里下骹，固来一定会破会烂啦。后壁伊佫甲用土水佫甲暗落啦。我听讲，随挖好，迄两条钢带咧，就随用土暗咧，暗咧后壁开始，伊就是用迄个石地，用迄个南木钢去扛落啦。迄绝对心内吼，讲无鬼也无人要相信啦。所以我感觉迄不管是按环保局也好，按个水利局也好吼，对取样者工课吼，这后壁一定阁足大个空间啦。进目前我知影停起啦。后壁到底要怎处理？我唔知影讲要怎处理。即摆大家咧质疑个，就是迄个遗嘱个问题啦。吼、哦，遗嘱个问题，听讲，
迄天因咧学者专专家去的时阵，底下都发现足侪遐个物件啦，甚至伊厂房即要建厂迄个所在嘛，应该拢有啦。哦，我唔知影讲我是不是有那请文化局，看恁你刚去会同了，是啥物人去，啊，得安怎报告，啊，到底恁后壁遐要做啥打算，有要重新来做返评无？啊，要安怎来处理？是不是请文化局有那个做些答复？阿局长，这里，哎，局长。多谢副议长，多谢张议员。啊，文化局才甲议员报告吼，关于定南这个案是大概10月9号，阮接到通知，阮就随发文过去，因为要做排水的工程嘛吼。阮10月9号就发文过去停工，啊，10月16号就像咧拄啊议员讲，阮就请两个专家过去做探勘嘛吼，做研究啊吼，因为伊。迄个时阵，委员是感觉因的这个遗址的位啊吼，大概伫三公尺搁较深的所在，吼，伊在挖到差不多2.7公尺左右的高度。安尼是不是呢？挖较深就会挖到，是不是安尼？有可能是，可能哦。你个，不过这就是因为当初这个所在没有真的被界定成遗址，我们叫疑似遗址啊。好，所以伊到底伊真正的范围是偌大？在经过我们叫视觉的一个动作，要请专家去做相关的研究，所以我们已经要求伊11月22号要求伊要送伊的时间的计划书，伊的考古监看甲记录的计划书要送过来，我们进行审查，开始当，因为即卖是停工的状况嘛，好，伊要看过来，我们感觉所谓我们委员看过 OK， 我们开始当予伊做复工的。动作哈，不过阮即卖已经正式甲文化部做申请，因为这若是要做遗址的规个考古的研究吼，迄经费是非常非常的大诶，好，所以阮即卖是甲中央这要申请去争取这个预算。啊，所以即摆叫停工是按文化局命令停工的嘛哈，是不是是按命令停工啊？好，那你请坐，安尼我要过来请教安尼环保局吼。环保局，那你写者，你看，他说我所讲遮啦吼，我知影讲水利局应该是拢无咧做遮个环评嘛，因当时应该是因区内环评尔嘛，区外拢无做环评嘛，啊，你挖一条沟，应该是水利局较了解嘛，恁环保局应该无了解嘛，啊，即摆已经发现遮个问题啊，啊，局长你个看法，恁后壁有做啥物对策，有啥物计划，有啥物对恁啥物要求，因为真侪人咧讲。有讲呢，伊个厂房遐应该即摆吞土，以后爱去挖地下室落，哦，伊个部分爱去挖地下室落，有可能挖地下室落，买去挖到遮遗址个物件啦，吼，啊，是毋是？咱去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啦，甚至一条水路，我拄仔咧讲个，因答应了讲，你后壁啥物计划，是要放互因怎啊？以后是偷拜，还是安怎？还是讲我咧讲个，伊就讲拢总有四间联合性个嘛？北京无台，另外三间无台，独独干那因一间摆，吼、哦，北京的都无要做生意，因一间有在做生意，所以这讲起实在是引起大家质疑嘛。啊，你有啥物？你也看，你有啥物打算？有啥物对策？我不跟你讲。来，局长答复。好，谢谢副议长哈，谢谢张议员哈。伊本身定南这间哈是厂内，因为伊超过10公顷。所以伫环评的规定内底，伊爱做伊厂内遮个环境影响评估，吼、哦，这第一点说明吼。啊，针对着讲，伊开挖一个深度，吼、哦，伫伊个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个报告内底有一个限制，就是要求讲伊个开挖深度袂当超过1.5公尺，这是厂内部分。对，来，你讲安尼，你稍等下，我拄仔听水利局长讲，伊有挖2公尺深，2公尺几。安尼到底伊是挖偌济？我咧刚去量，事实讲啦，伊挂顶悬量起来有要将近3公尺啊！你讲1.5公尺，到底是按准伫公尺半，还是准伫3公尺？就顶啊！个议员报告，伊这个河道吼，伊有分上游端甲下游端。我即马是讲正南因挖的吼，哦，经过他这一个专用下水道的深度是2.4到2.7啊。哦，阿姨超过2.7，好，安尼我知。来，潘石，啊，议员个报告哈，我拄则讲的是讲，伫伊厂内当时的环境影响评估，都有一个要求，厂内的部分啦，哈，就是袂当超过1.5公尺，哈，
啊，所以讲一个屋顶先啦，超过1.5公尺，这个部分是违反环境影响评估的，哈、哦，环评的报告书，这第一点来做说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有关窗外这两条拱，哈、哦，这两条拱，哈、哦，离阮对水利局这边这资料所看到的是讲，因未来。因遮个制定个废水，也是因内底所用个遮个一般个遮个水吼，要经过这两条拱，要排出去甲引泉排水，吼、哦、是安尼。啊，依照环保个规定是安尼，就是讲，伊本身得爱依照水污法个规定，伊爱先提报所谓的水污染防治措施计划，吼、哦，把甲伊规个厂内伊要来处理遮个废水，伊个设施。伊个方式，伊个水量目前知影是一天是90吨啦，一天90吨。啊，伊个光线要安怎摆个，拢爱提报来环保局来做一个审查，吼、哦。啊，目前来讲，镇南是还未甲伊厂内相关的遮个排放许可相关的遮个文件送来环保局遮，所以阮伫个12月7日有到镇南去甲讲吼，未来因厂外遮个光线吼。哦未来是要建议讲，伊本身甲用作是民管，吼、哦，是民管吼、哦。啊，规个伊要安那来处理伊个遮个废水符合目前的标准，吼、哦。当然，伊爱个提报相关的这个计划，阮来做审查，最后才有法度来看伊是用啥物方式来处理，甲伊会当处理甲目前的标准。安尼换一句话讲倒转来，就是讲伊当初拢无提出伊相关的这个计划，互阮。啊，各单位嘛拢无嘛吼。伊伫环保这部分，因为规定是讲，伊伫迄个伊个废水处理设施哈，废水处理设施要设立进前，得爱来提报。啊，伊因为伊厂内目前拄啊咧建厂尔，所以伊相关的遮个废水的遮个设备还未开始设立的，伫设立进前来报就会使啊。啊，我阁请教，伊要代志了，按讲按环保局敢知？阮是唔知呀，拢唔知嘛吼、哦。因为迄是伊是预埋啦，伊目前是预埋。吼、哦，啊，一个完整的一个废水的处理是包括伊对厂内遮伊的水偌济，伊要用啥物方式来处理，吼、哦，啊，伊的处理的技术是安怎，伊的供线要安怎来排放，规套的料来做一个审查来做核定。好、哦，安尼我阁请教，他对我讲的，伊迄两条暗讲，伊头啊，伊挖一条沟的目的就是讲要排。因公司的一寡遐个生活用水啦，甚至雨水有诶无诶嘛吼，啊，伊讲是讲伊联合4间做诶申请诶嘛，啊，另外迄3间也无单暗讲嘛，甚至即摆拢无挖过啊，通即条大沟嘛，我一看拢无挖嘛，干焦独独因一间对因诶厂房遐挖来嘛，安尼敢是真正因4间联合来请诶？到底是伊4间联合来请是讲吼，阮所了解是。伊甲水利局这边申请，就是因迄个所在的区域排水啦，落雨才会水经过这个大沟，才排去引泉排水。主要的联合4间是因为这个因素，吼、哦。啊，下面这两条讲是为着伊家己生产，还是讲伊的生活用水，吼、哦，要排放的用途，基本就是安尼。好，那安尼听这样，我知影吼。哦因为开受到这么侪质疑啦，其他我讲的讲5间，已经即摆拢伫营运，人拢无搁咧讲安怎啦。当然，地方嘛，正希望讲有一个地方会当带动经济，要用就业社会嘛。独独干恁这间，我感觉真正有够奇怪啦。因知影讲人大家受到他对因特别拢咧注意，拢咧质疑因，啊因甲头啊乌这条沟，啊甲两条暗光甲大家下骹，我感觉讲这吼。不管是按水利局也好，环保局也好，安尼啊文化局也好吼，各局处应该对晋南公司吼啊，这个问题应该爱吼特别注意啦。是毋是要先停工了，要阁先做环评？啊，尤其迄个水沟阁挖遐，迄条讲要安怎，后壁要安怎？就事实讲啊，你讲台里下骹，就等于人咧讲的一句话，就讲偷台嘛，无人知影嘛。你若台面的，年纪你若讲破去、歹去，要修理，阁会当修理。伊甲暗道涂骹，阁用迄个南控甲控起，当然这個引起足大的质疑嘛。所以这点吼，伫遮我那个各单位啊，市长包括市长吼，遐事实真正吼，爱
做一个足大个监督啦。当时因在讲讲因个水量一工有几栋，因个迄个回收会当回收到90-95%以上啥货。当然因在讲讲因是请到啊全国哦上好个这个公司上好个技术来底下做，这我感觉是拢是一个未知数啦。所以将来吼，我感觉对晋南是毋是呢？会当先甲因停起，甲因做重新的这个环评，这是啊地方大家的诉求啦吼。啊，以上就是晋南的工会吼。啊，所以呢，啊，我要来讲着讲，啊，会使讲，即几日啊，我伫北高雄，尤其伫罗德地区吼，乌来地区啊，包括讲伫大冈山地区吼，啊，大家拢对市长啊，争取安尼积运吼。这个工会吼，啊，对，安尼啊，从出到安尼，工商会这头来到落地下来吼，拢对市场真大诶，这个诶，这个会使讲肯定啦吼，啊，会使讲安拢当拢知影嘛吼，啊，这个积运呢，已经是啊，差不多十五当前就开始，大家拢咧努力，当然市府啊，一寡即个民意代表啥物种个地方因素，拢非常盼望讲按这条积运吼。爱当早一日啊来开标，啊终于吼啊伫前过28日，市长带着安尼啊习近平是啊副市长，甲着安尼责任局长吼啊去到台北中央参加咧按啊国科会遐开会吼、啊，正式通过啊已经伫按明年度讲要落着，甲明年度会当来先发包啊来第一阶段。会当来通告吼，伫1809年通告按工商会车头啊了后壁伫啊110几年开始啊要七月来到安尼罗德湖来吼，啊这会使讲对啊北高雄会使讲罗德地区工商地区是一个啊大庆幸啊吼，一个大力度啊，所以吼，阮出来咧讲话，阮拢会继续大声吼，啊这大家拢对市长啊会使讲啊，即十几冬来伫高雄市政是一个大个建设吼，非常的肯定啦吼，啊但是呢。当然吼，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大个工程啦。啊，大家拢有那滴惊啦，惊讲啊，即个讲的，啊，讲到明年后年啦，今年1905年后年就点要过年啊嘛，1907年，赶看我都按发包，按开工，啊，伫1809年看看都通车无，啊，后壁这段啊，到乌来罗德这边，看会当伫1816年会当来。完全规划综合在通车未，会当带动整个规个啊罗德地区吼啊，包括讲沿路啊，遐一挂工业区啦、本州、永安啦啊，包括安尼啊后乡工业区啦吼、啊，较重要的就是讲安尼罗科啦吼啊，北高雄进目前的投资环境无介好，会当带动安尼经济，这是大家非常盼望的一件代志啦吼。但是大家嘛在担心啦，担心讲唔知啊公共的。啊！一直拖啊，一直拖啊，拖啊，到尾拢无结果，也是讲，就讲1809年、1807年发包，啊，要1809年靠迄个通车，啊，唔知要阁拖几冬，唔知即世人坐到的，嘛有足侪拢安尼质疑啦吼。啊，所以他顶下是毋是请市长来做回答？搁一点啦吼，我不是咧讲的，就是讲按路德啦，按个省道吼，第一线遐。大家拢拓宽啊嘛，25米、24米拓宽到40米，敢若落地去就无拓宽啊。当然即摆啊，安尼即运若要经过落地，迄、那个所在必须爱拓宽的代志，一定爱缩短的一件事情的代志嘛吼。啊，但是安若讲到时甲要来拓宽，有可能会淹落安尼即个工程啦吼。我是感觉讲迄个所在安尼啊，交通局也好，哦安尼干部局也好吼。免怎甲安尼公路总局吼，啊来做一个赶紧，甲安路的迄段，我讲过啊，迄段已经地上部伫78年，毋是地上部土地征收伫78年，大家拢领着钱啊。但是有一部分无领着，是拢提存伫法院嘛，地上部拢也未查过嘛。听伊讲，有摕到啊土地的赔偿，即个土地赔偿的人，我听讲迄个吼。的庄拢也未定啦，就是讲迄个界线吼，拢有的所在拢也未足明确，讲到底安尼啦。啊，所以即个地方大家拢咧惊，讲你那假使讲1809年通车到冈山后壁，就是要第二阶段的计划，要来到罗德，啊罗德遐拢无用，啊遐我唔知讲安市府啊，不管是安尼干部局也好，交通局也好，有对迄个所在有啥物拍算，有法度通
如按这边媒体所讲的报纸所报的，吼、哦，如期要来完工无？事实讲，按这边按的路的吼，大家听到安尼是非常欢喜啦。尤其呢，按的蔡总统吼，甲路的按的科学园区啊，甲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园区啦。而且呢，会使讲伫按的路的个隔壁吼，伫沙仑遐。最近也要来做一个什么什么迄个产能的什么专业区啦吼，啊，听讲讲什么安尼迄个电影城，讲也要来伫阮阿林的隔壁沙仑遐，已经开始要来吼、哦，要来用一个大的什么电影城社会安尼，啊，所以大家啊，感觉讲这个捷运拿来做嘞，对安啊北高雄，尤其安尼嘉庭啦、乌来啦、罗德啦，阮产阿林啦、工山大工山遮吼，拢有一个好的这个交通网吼。哦安尼是一个非常啊欢喜的一个工会啦。市长，你是不是要承认？你对你争取一点吼啊，包括按所谓立委，包括迄、那、落、個，你有感想有安怎？你是不是请市长做这回答？市长答复。多谢副议长啊，多谢张议员。接运红线沿线甲罗德乌来吼，差不多经过15冬啊，退27遍。啊！伫12月28日，啊，国花会召开迄个审查会议。啊，伫之前吼，伫迄个会议之前，啊，我甲交通部国花会相关啊副市长率领，拢去交通足侪遍。但是迄天迄个会议是一定爱正式通过。才有可能，所以讲我嘛足慎重，所以迄一天我甲徐立明副市长、捷运局长，还有我们相关捷运局的同仁，亲自参与这个会议，吼、哦、啊，足感谢中央支持，吼、哦、已经顺利通过，12月28日通过，所以相当基本的设计，迄个所谓评审会议，11月29日。都召开这个评审会议，相关的作业拢伫进行中，就是讲一天嘛无耽误。啊，咱也感觉这个所谓准备的工课，咱的节目迄个节目局，因拢伫准备中。啊，我个人是认为讲，甲工山火车站上重要是这个第二阶段，咱要延伸甲罗德乌来这个部分，从迄天通过。啊，这是一个上重要的关键，上重要的关键，咱所有未来爱有阁足侪规划，吼，啊，阁有真侪迄个环评，啊，我想相关的局处，我感觉爱争取时间，啊，是讲要阁爱阁拖安尼遐尼久，我个人认为无适当，所以迄一天伫讲到打一天，伫第二阶段甲落地会当完成。啊，我是认为讲，即摆现阶段，咱的工程的技术，吼，拢是足进步。啊，我是认为，捷运局、环保局相关的计划等等，市府的团队由客户市长召集，吼，啊，需要甲中央这个部分，啊，搁较因争取搁较紧的时间，啊，这阮拢伫努力中。啊，所以讲，我是认为讲，咱绝对无应允，啊，这是国家足。在高雄足重大的政策，吼、哦！你这条延伸甲入住差不多300几亿，300几亿，这个中间中央出84%，啊，咱市政府出16%，这个部分钱金额安怎承担？啊，事实上拢已经拢做一个足好的差事，所以这是一个国家重大交通的建设，啊，绝对袂像张议员讲的讲啊，讲到尾啊。哦，干你怎无去？哦，这无可能是安尼，因为这个国家重大的建设，你即摆每一个抗战拢系足好的规划。因迄天伫国花会迄个会议的裁定，哦，这是足重要。啊，所以讲咱才才慎重。啊，所以讲我想第一个抗战甲工山火车站，因都已经拢发包，啊，阮会争取今日，吼，啊来动工。啊，过来就是第二阶段所有的准备工课。啊，咱要求客户市长相关的局处，阮的目的就是希望启程完工的启程准备的过程要缩短，要较紧。因为我想市民拢期待，大家人吼，伫交通的建设，啊，莫问一遍，有真侪交通的建设足困难，
吼，啊，都按吼，大家造成足无方便，希望这个时间会当缩短。吼，啊，我想，阮伫相关市政府爱承担的部分，阮拢会精进。啊，所以请张议员放心。啊，这是咱争取十五档，吼，台北市一年三，迄个新北市吼，三环三线一年一条。啊，高雄拼十五档，才今仔日才通过。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公开的承诺。啊，我感觉咱爱拍拼，是爱把这个起程缩短，啊，愈紧愈好。啊，所以讲，伫只甲张议员做这个说明，吼、哦。啊，嘛请我们的捷运团队、许副市长召集相关的局处，吼、哦，所有的起程必须向前推动，吼、哦，尽量来早日完成。谢谢。感谢市长。我感觉讲，这是不是对阮北高雄哦，一个大力度，啊，市长这么肯定的答复吼，啊，有足侪市民拢知影。我等下我的选区，不管是工商啊、落地，我咪使大声讲吼，所以会使讲大声话出，讲市长已经足坚定啊，经过会使讲啊27次的体检，啊，已经清楚到啊，中央的配合款啥话拢超好势，拢讲好势，即摆就是欠。就是讲开始要安怎来啊规划这个环评啊，规划这个土地问题。那么我拄仔所讲的吼，有一点就是讲，省道那边以后就是要行省道嘛吼。啊，省道啊，会使讲这几届的这个大会吼，我拢提出啦吼。啊，我唔知影讲省道这边，事实你若无做这个事前的这个作业。哦，等甲讲按捷运要做的时，啊，省道也去开始要来做，安尼就袂赴啊嘛吼、哦。所以我后来要来请教安尼啊，安尼干部局长吼，迄、哦那个台线，他对我所讲的遮，你对啊，本来有可能会拖嘛，本来有可能讲啊，都唔知要当时，但是即摆来逼来啊，你无事先啊，即个提前做一做好吼、哦，以后他对会耽迄、那个耽误到捷运即个工课吼，安尼迄个。啊，赵市长，你对啊台线遐，你的感觉变怎来？后壁变怎来？开始来动作。张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其实咧关心就是咱这绿地团嘛。啊，其实咱含迄个交通部公路总局哈，啊，大家合作啦。啊，伊咱市有一个部分吼，就是咧处理就是咱地上要查沟的部分。啊，迄个公路总局这边啊，大家。有咧举办说明会，这议员啊，真清楚啦。啊，目前阮这个是配合咱公路总局吼、哦，以地上要查迄、那个查估的部分。哎，兄，谢谢。佮来吼，我佮讲一点啦，市长，迄、那个既然你有法当去中央争取，佮讲300几亿来做捷运啦吼，啊，我原来不是提起嘅，高铁伫环球路到安尼银幕大厦这条吼，应该较早评估外计，唔知是几十亿尔啦。啊，这条事实实在是吼，地拢一定拢迄是高铁的地嘛，拢征收好啊嘛。干那我听讲因个什么头生门遐吼，啊，唔知几个头生门遐土地无迄个尔。我讲伫安尼高雄的北平就是台南嘛吼，要高铁遐，人规抓拢开甲好好，啊，这条几十亿是毋是？啊，请安市府团队，请市长，有那透过安尼地位，落得一个迄条已经安。管护的时阵，包括筹的时阵，已经开足侪设计费、规划费已经开好啊！吼，是毋是市长有哪努力一下吼，另做迄条来甲做起来？安尼我相信北高雄的交通，不管是捷运也好，不管是省路也好，不管是啥了，迄条是毋是拜托市长吼，为了当个增加努力来甲迄条，因为迄条算讲资源较少，啊，会当讲拢地拢免征收，啊，随时拢会当做。吼、哦，迄条我已经讲了过啊，我伫遐哦，伫市长你免答复，但是我请恁吼。啊，会当用安尼团队透过安尼职位吼，啊，搁再甲安尼旧个件，搁来认真拍拼来争取一条啊吼。搁一点吼，我要来讲起讲，伫地方阮一搭基层拢骂啦，骂讲安怎呢？讲安欺负，讲拢咧抢钱啦，是安怎讲咧抢钱？敢若伫阮阿联啦吼，到省公路迄个台一线遐啦，就即摆讲要拓宽遐吼，安尼短短啊，阮迄个台二八号啦。我迄天甲切起来，敢若3公里外啦，规支的设迄个测测速器，迄个测速测速的迄个照相啦吼，拢总敢若六支啦，有得翕无得翕，我唔知拢总六支啦。啊，大家翕甲吼，真正袂假啦。
啊，我有问过安尼交通队啦，问过安尼这个交通局啦，吼，因讲迄个不是安出道的啦，拢是公路局啦，吼。迄天有两个来学生啊，伫路德走来甲投诉啦，唔是学生啊，阿兵哥讲因放假回来，啊，讲规个讲骑要去基山，讲要去老西老街啦，伫餐寮遐两分钟翕两张啦，伊讲因平均一张翕，迄个骑七十五，一间骑七十八啦，吼。我的介绍证，我绝对无两分钟，那五分钟我要相信，因为我知影讲，阮迄个绿波遐采一支，甲基山咧采一支。伫绿波，你讲你骑七十几，你去到基山，绝对要五分钟啊，无可能两分钟啦。结果我呢探听呢了解呢，我阁叫阮所长来问，所长讲遐拢无，但是有一支，就是伫阮餐寮，啊，都固定国小迄遐吼，临时不是在底下采啦。臨時的，所以伊那伫固定遐呼吸的臨時的是每张去到六波固定的迄支，差不多两分钟位啊。啊，我甲因个小姐，我叫单提来花，阿袂提来花。啊，那么真侪人吼，真正拢不是为着这个代志，讲三公里外，迄二会使讲二十米四线道，二十米的路，啊，你甲限五十，原来七十，即摆为甲限调到啊六十，为甲调五十。你先啊讲用路人，看想当时啊，阮也伫赛车。五十变怎驶啦？要驶到路底，阮也得赶场啦。所以吼、哦，我要来问安尼交通局啊吼、哦，到底我听讲，因那在咧勘查的时阵，讲拢安有会同安交通局、会同安的警察局，包括分局交通队吼、哦，啊公路局召集，啊伊就决定讲要限偌济，啊是安怎解限安尼？是啥物原因？我感觉讲唔是限价，就拢车，唔是限价，车号都无。啊，限较悬，车就较济，我感觉这是足无合理的一个逻辑啦。吼、哦，是毋是请安尼交通局局长你啊这点做一个回答？来，局长到。好，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基本上啦哈，你拄则讲的个案也是驶到七十八哈，那是已经足悬啦。吼、哦，机车安尼是伤紧，我嘛是只呼吁哈，重视家己的速度管理啦哈、哦。啊，第二就是讲拄则议员所讲的哈，因为那是伫新德顶悬。啊，新德是咱公路总局负责的，啊，对这个车速啦哈，伊这每一种的迄个公路的等级不同哈，会有不同的速限。那、啊、确实是他们在定速限的时候，除非是我们跟市区的交通安全有关，才会去进行这个会勘，要不然这个是公路总局他们来决定。我听到伊嘛是讲，迄个省迄个代议别是属于公路局的这个管辖啦吼。但是你也看啦，二十米的路啦，啊，拢这么直这么平啦，你个限五十，是说啦，是迄个局长你可能拢互人载，你家己可能坐这个开车啦。真个车啦，不管是卡动啦，不管是性能啦，不管是啥搭的啦，有当时啊速度行啦，就拢差不多四五十啊，啊五十是变哪开？啊，难道按交通局这边也好，警察局这边交通队也好，拢无敢建议的这个议题吗？我都讲想伫阮阿联要去到台线，规逝滴滴滴二十米的路，四线道，啊，你限五十是免怎开啊？要叫用路人，那再是要上下班，还是讲想我咧赶场，是免怎开啊？这拢无什么会当讲过来是不是来回勘一下啊？有法度安怎敢建议？你这部分我想是安尼。咱虽然新德顶悬吼，迄、那个道路的状况，迄、那个宽度较悬，较宽吼，啊速度会当较悬。不过你经过较属于市区的所在，还是较危险的所在，譬如讲是像学校，还是一挂弯道的所在吼，迄、那个速度爱小可限制。啊，议员所讲的这个路段吼，我来了解，啊，我来看是不是有符合这个需要。那我们来跟公路总局来做一个对谈。我拄仔在讲的这段，伫阿联，伫高铁站。到新德遐，我感觉是两公里到，啊，佫较来，差不多无到一公里，安尼加起来都要三公里外。伫迄个头搞迄山顶一支，伫高铁遐一支过加加嘞，安尼拢总加起来拄拄啊六支啦，三公里外六支啦。啊，迄规逝路拢无弯哦，拢四线道，拢二十米的四线道，啊，遐尼平，遐尼好的路，你讲限五十，要叫上辈遵守五十就使啊，得开啦。啊，你看。
大家是不是骂？讲市府是不是安怎？会讲甲歹听甲，市府底无建设经费哦，无啥哦，安怎安怎？迄是骂甲阮基层真正招架不住啦，吼骂甲真正无样回答啦。讲拢咧抢钱啦，我是感觉讲这是不是会当研究，会当来考虑，是不是去邀请安康路总局，包括安尼交通队来做一个勘查，来大家都协调一下，安尼会使袂啦？对啊，我正该讲，恁讲要招来协调嘛无嘛，到即摆拢无信啦。我是感觉讲是不是找最近恁个发文哦，公路总迄个公路局，啊来做一个勘查，来做个协调，安尼有困难无？对。当然无困难，啊，不过你再来讲吼。迄、那个部分的路段，那是因为是伊个危险的路口，需要做速度的管理吼。我是希望讲，咱的市民朋友嘛，咱共同来合作啦吼。因为生命的问题是无价吼，啊，所以有当时啊贪着讲紧吼，有当时啊牺牲着咱生命的安全啦吼。这个部分我们共同来努力。谢谢。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